对，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原创歌曲的话，也欢迎追踪我们的创作乐团骨感派。今天我们会唱比较多自己的创作，不过如果有想要点歌的，我们是非常欢迎。对，我们很欢迎大家点歌哦，在每首歌结束的时候，可以跟我们点一下你们想听的歌，就像譬如说现在这种聊天的时候，大家就可以思考一下想听什么，然后等一下呢，在聊天的途中呢，大家都可以举手。然后举手的话，我们就会 cue 你，想听什么啊？不一定会，大家要想一下哈。那我们的第二首歌曲是蛮轻快的一首歌，也是我们自己的创作哈。这首歌叫做《坏坏的浪漫》，大家可以把双手借给我们，大家应该是不会唱。对，但是可以拍个手。拍个手，谢谢大家，《坏坏的浪漫》。I'm not afraid to die.
声吧。哦，可是你的。这个是韩文的部分是吗？对对对对，最近在学韩文，先练习一下。好，那接下来的第三首歌曲哦，先问一下，有人要点歌吗？没有的话，我们就继续带我们准备的歌曲哦。有的话，大家就要鼓起勇气，这样，哎，这样。好，没有。确定啊？那我就继续唱了。那接下来要带一首稍微比较炸裂的歌，但它也没有到很炸裂，它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乐团。我们会穿插一些那个自己喜欢的那个乐团歌哈。这个乐团叫美秀集团，大家有听过吗？啊，太好了，太好，找到知己，那就可以一起唱。对，这是美秀集团最红的那一首，知道吗？最红的那一首，两个字的。哎哎哎哎，谁说的？没有奖品。那谢谢你回答，感谢你哦。好，那会唱哦，会唱哦。大家副歌可以一起来哦。那我们就带来这首《卷烟》送给大家。I'm not afraid to die.
然可以点哦，大家可以。生坏的，对。哎，你说。哎呀。这里一首了。真的是被我猜中。其实没有，但是我想说，今天可能会有人点茄子蛋的歌，就是你哈 get 到了。好，那这个《Girl in Divine》，哎，是不是之前有听过？那通常说很面熟哎。对，因为啊，也是我们那个他们那个同名系列活动。谢谢你，谢谢你。对，下次居然还可以看到你在点这一首。好，那这一首呢是来自这个茄子蛋的《歌爱丽几番》，是我唯一几首会的台语歌。对，那如果大家台语很好的话，就欢迎可以在底下跟着一起唱这一首非常这个有乐团味道的台语歌曲，来送大家。然后我们找个讲出来讲。哎，对，就是爽，对，就是爽。哎，爸爸，你变年轻了。那我听我讲，哎，那就掉出来这个。Thank you.
过。好，那因为有新朋友的加入，我们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们是今天的创作乐团骨感派哈。如果喜欢的话，欢迎可以搜寻我们的 IG 跟脸书，打骨感派就有了。派是那个对，水果派的派。刚才这个是茄子蛋的歌，对对对，不是我们的创作，不是不是哈。对，我们接下来要来唱自己的创作啊。哎，我们就穿插一些喜欢的乐团这样子，然后也是可以在空档的时候开放给大家点歌这样子。好，那我们前面有一个打赏箱，如果大家喜欢我们今天表演的话，也欢迎大家不吝啬给我们一些打赏与支持，然后也可以追踪我的 IG 跟粉专按赞哈。那接下来这一首呢，是来自我们骨感派的创作哦。这首歌叫做《我都记得啊，但》。你忘了吗？对，这是在讲述一个有失忆症的人哈。好，来送大家这首歌曲。Yeah.
哭了，因为那个汗水滑到眼睛。好，然后接下来配一下哈，先偷问一下，还有人要点歌吗？现场有朋友想点歌，大家可以挑战一下我们的歌路，看看。很有可能会不会唱，但是有时候讲讲，哎，就有意外的惊喜。对啊，搞不好说不定就会了。哎，那个就是像抽中乐透那种概念哦，刮刮的这样。还有吗？有的话大家举手，哎，举个手，我看看有想要听歌点歌的朋友吗？哎，哎，要不要点个歌？对对，想说第一排 VIP 嘛，邀回去。排挤第一排。对，刚刚第一排的这位小姐已经点了嘛。那还是后排有没有远方的朋友想点歌的？有的话就哎可以思考一下，没有的话我们就继续带来我们的自己的创作。没错，可以吗？那我们就继续唱自己的创作。可以哈，可以哈，他们说可以。其实没有人回答，但是我就当做应该是有啦啊、嗯。那我们就先来这首是这个我去年写的一首叫《原谅我最卑微渺小的盼望》这首歌呢，就是大家应该都有那种很思念一个人，然后但是他已经不在了的那种心情。什么？欸，那个不在有很多意思，不一定是死掉。对，所以呢，就是如果说大家有心中有一个特别思念的人，他已经不在你身边了，完全已经没有办法出现在你的生活周遭了，他，欸，这首歌就是我写给那个人的，好，送给大家。Thank you.
亲个盘哦，有点高哦，自己写的歌。好，接下来的歌曲呢，因为我们今天的时间会到差不多两点的时间哦，所以呢，如果现场还有朋友有想特别想听的歌啊，欢迎欢迎举个手。哎，你说，刻在我心里的名字 ，OK， 没问题。我们会，还有吗？还有吗？哎，那个妹妹。少年哦，耳朵有问题哦。少年，可以，好，那我们算一下时间，应该是我们先把这两首，对，没问题的啊、哦，因为我们后面还有两首啊、哦，我们自己准备的歌曲。那我们先来，我们顺序吗？好，为什么要丢给我？那我们就不然要丢我下面投票，好，要先喝在你，是要这样。好像也不错哎、欸，柯在的先的举手啊，如果都没、啊、没有人那个，哎、欸，有一个，那个少年先的举手，那我们先柯在好不好？对，妹妹压轴，那这个来自卢广仲的歌曲，大家应该有听过啦。如果有看过那部电影的话，应该会知道那个这部电影也蛮感人的。我自己看在那个家里看的时候，也是有看到哭的那个等级差不多。好，那就等一下，如果大家会唱那个副歌，可以一起来哈。Thank you.
是他很沉静，很沉静。对，突然被我一个会唱吗？吓到。我是想听歌，干嘛叫我唱？啊，一起嘛，对不对？一起同乐嘛。对啊，这个是大朋友的歌。对对对。小朋友的歌曲。少年少年哦，这个来自孟然的歌曲，这个是现在的小朋友特别喜欢的一首歌。这边学校有放吗？啊，好好啊，难怪，那我就我唱我唱。对，小朋友的期望是可以努力哦。好，那再次跟新朋友打个招呼哈，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下午好哦，天气很热，大家可以来这边休息一下哦。那我们是今天的创作乐团骨感派，然后我是今天的主唱，没有今天是每次吧？对，只有你一个主唱。对，我是今天的吉他。好，听起来像临时凑的团哦。好，那这个是来自翻唱哈，现在还没有那个我们的那个创作，刚刚唱完大概四首歌了，我们后面还有两首哦。对，等一下会默默的带给大家听。那先唱一下，就是大家的点歌，来自这首《梦然的少年》，送给大家。忘记这一切，还没变。
天那个少年没有。啊，给自己一个热烈的掌声好不好？你看好厉害哦，那个拍点准。回家都有变成开心的。没错没错，大家听歌会更拍手哦。好哇，那这个时间呢，来到我们的最后的几首啊，虽然很舍不得跟大家分开，但是后面应该还有更多非常精彩的表演，所以呢，大家如果有点时间的话，都欢迎具体来这个棚内休息哈。好，那我们接下来的剩下的歌曲，要先带来一首我们的创作歌曲。再认真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首歌为什么木吉他要给他，因为这把本来就废话，是因为这首歌哈，目前就是先给他弹比较好，是我们这个情境的时候。哎，谢谢打赏，谢谢打赏 ，Thank you。对，大家如果喜欢我们今天表演的话，欢迎给我们大家一些打赏支持，可以吗？这前面有个打赏箱，长得很可爱哦，还有支付 Line Pay 的部分，对，就是。很通情达理哦。好，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叫 If You， 翻成中文呢就是假如你，就是人生当中应该会有一些后悔的过去，所以呢，如果说想要回到最原始的那个当初的你的时候，所以我才当时写下这首歌假如你，因为是假如嘛，对，就是有点悲伤的歌，大家不要太伤心哦，今天是很开心的一天。好，送给大家这首我的创作吧。夜色进入黑暗里沉睡，就像等你我开始期盼，盼望不再是我崩溃的那天。闭上眼睛仔细倾听着，即便你已不会再回来，我流着汗双臂默默的等待。如果刚爱你就有了，我爱你就有了，是要你快牵着我，快停止这段悲惨的歌，爱你就有了，我爱你
不禁有泪从中来，是不是？有句成语这样讲。好，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对，快乐时光过得特别快哦。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两首歌啦。大家评估一下。对，没错。那我们先来一首一个字的嘛，好，快乐的乐团歌。我们最后一首会放我们自己的创作，然后我先跟大家讲一下，最后一首是一个比较青春回忆的创作，叫《在一起淋雨吧》。但是因为现在是倒数第二首，我们先唱一首我们很喜欢的一个乐团歌，叫《怕胖团》。然后还有一首歌叫做《鱼》，就是必须那个鱼哈。那这首歌呢，我非常喜欢。相信如果大家很常来看我的演出的话，应该会知道我每一场都要唱这一首。对，唱不腻哈，因为我就很喜欢。好，所以如果没有听过的朋友，没关系，你今天刚好第一次听到哈，那我就变成原唱了。喂，后面的朋友来得及，抱歉，因为前面已经被挤满。对，下次要早点。对，但是大家可以尽量挤进来，没有关系。这个是不要晒到太阳。对，它是遮得很够的哈。好，再来这首。我不是鱼，吸口气，是。我不能够喜欢你，就让我游来游去，然后把你忘记。
一首欢迎我们的骨感派的创作歌曲哈。最后一首来自骨感派的歌曲。对，谢谢大家赏一些。骨感派是什么？耶耶耶！我们的创作乐团哦，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话，欢迎追踪一下哦，脸书跟 IG 都有哦，叫骨感派哈。那如果不会打中文，也可以打英文，英文就是 Good Gun 派，直翻。直翻。直翻就是好枪派，这样大家会了哈。谁家狗狗？有一只柴柴来巡视了哈。还有音乐 sense。没错没错，他来巡视大家的。是什么？他是里长吗？喜欢我们的创作或是演唱都可以帮我们给点打赏支持，没错没错哈，追踪按赞一下。好，最后一首歌蛮适合今天的，没错，因为太热了，需要来一点，没有啦，不要好了，我宁愿有太阳。这首最后一首歌叫《在一起淋雨吧》，送给大家。Thank you.
粉妆哈，那前面有我们的搭上。